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用体风水学传法讲座。啊，咱大拿的大家长、李镇长，啊，咱的所有议员、甲代表，咱所有乡亲，阿弥陀佛！台湾是宝岛，恁相信无？台湾是确实宝岛，所以台湾是宝岛，我建议上一代啊，这个 CD。母亲的名叫台湾，故意等于恁娘靠过来听对咧唱，真好哦。母亲的名叫台湾，这无党派之分哦。哦，不管你哪里乌红，你拢爱徛伫台湾，未使徛伫台湾面顶食台湾米，啊，只倒脚放屎，只嫌台湾，唔对哦。咱食的米，台湾米有金赞米，恁知无？是闽南家的。金盏米，啊，咱大拿有块金盏的米，我当当听了广告，金盏米，金盏米，今才知影我叫出来啦。而且呢，啊，足歹势，好、哦、过去的听的，家己听了讲金盏米，唔知什么款的金盏米。若是有一天，咱才食春酒，啊，是讲要食这里好多，买个啦，啊，若有机会要请的时，才敢通知。我来遮食一个金盏米，看偌好食。店长要请人客无？喂吼！哦，台湾偌好！哦，我今日送一个录音带，啊、哦，接了什么 CD？ 啊、哦，母亲的名叫台湾。啊、哦，母亲的名叫台湾。母亲是山，母亲是海，母亲是河。啊，母亲的名叫台湾。啊，母亲是良知。啊，母亲是正义，台湾是正义的呢。啊，母亲是你，咱的春天。啊，两千万粒的番薯仔囝，唔敢叫出母亲的名。台湾敢是遐歹听，想到心寒，气胃寒。你捌想到这无？等下吼，咱陈金座啊，你来唱，大家听一下可以。啊，母亲是山，啊，母亲是海，母亲是河，母亲的名叫台湾。啊，母亲是良知，母亲是正义，母亲是你咱的春天。啊，两千万粒的番薯仔囝，唔敢叫出母亲的名。亲像一狗的第四件，啊，予人心寒，对心肝，啊，两千万的番薯仔囝，唔敢叫出母亲的名，好、哦、勇敢叫出母亲的名，台湾呐、啊，台湾，你是母亲的名，是老母的名。叫台湾，陈金座，请。各位乡亲，阿弥陀佛。这首歌我本身也很少唱哦，但是师父今天有这个因缘哦，要在这边跟各位结缘哦，我就在这边献丑一下哈、哦。母亲的名叫台湾，母亲是山，母亲是海，母亲是河，
亲的名叫台湾，母亲是良知，母亲是正义，母亲是你咱的春天。2000万粒的汉子仔，不敢叫出母亲的名，台湾敢是遐歹听，想着心寒口会寒。2000万粒的汉子仔，不敢叫出母亲的名，亲像下狗的短时间，予人心硬对心肝。2000万粒的汉子仔，毋通点点出声，勇敢叫出母亲的名。台湾啊，台湾啊，你是你是母亲的名。谢谢。很好啦，啊，十啊一月二九吼，啊，咱要搁伫高雄，啊，要伫高雄要搁举办这团法大会，啊，迄天呢，咱又搁请陈金座师兄呢吼，请伊搁继续过来为大家献唱。啊，母亲的名叫台湾，台湾是宝岛，金台湾嘛出着金赞美，啊，搁出着凤柑。啊，吃着柳丁，出产的往来有够好食。哦，台湾的产品是有够侪，正啊是宝岛。台湾的兰花，台湾的素心兰，啊，等等。台湾。确实，世界咱也出入咧行行，你才有发觉到台湾这块土地这么宝贵，这么宝贵，咱爱过来建设的较好咧。风水易经，咱爱捌，捌你才有法度去将台湾去建设更较完美。所以拄只咱这里这演讲师、演讲讲师咧，啊，伊也甲这个开始讲咱的法门，世界各国目前。美国纽约、洛杉矶、啊，华盛顿嘛在开课，啊，那呢，这里加拿大、多伦多、温哥华、澳洲、雪梨、墨尔本、纽西兰、日本、印尼、巴西，啊，等等大陆，那嘛拢继续在将这个法开出来，这个法大家拢需要嘛，而且咱世界各国现在咱已经有40多名。啊，第三届，啊，你世界各国拢会当来学咱这个易经甲风水，怎样报？那么是安那？咱台湾人住伫台湾2300万人乡亲，对家己文化遐尼无重视的有够侪。人家讲迷信，我咧讲迷信，我比你较迷信。啊，那天气我较比你较天气，我做测量嘛。哦，我做测量，现在全省上大间、上出名测量公司——中兴测量公司，是我开的。现在员工145个拢高级的工程师，国家的重大建设，日本重大建设，我都解决嘞，要是我去中兴测量公司去解决技术问题。哦，所以咱相信就是中国文化已经风水已经。唔是咱所讲，哎呦，唔做感到他家，是讲诶，咱做爱做爱拼，但是咱唔通即个石头，咱唔够莫边，咱就去踢掉。所以在几年前，咱总统呢，
讲哇，头前接石头甲摸掉去啊，还要死哇！嘿，有我讲，讲哇，你甲某某人开除掉呀，侥幸啊，迄唔识啊，开除掉的，就是讲咱台湾法轮在转，咱咧行这条路，光明的路，头前大众有这个石头，有这个障碍，心理障碍，咱爱甲摸边啊去，咱大家行一条足圆满的路。叫行一条足清净、足清净、和谐的台湾的大路，民主的大路。所以各位，咱每个人，咱绝对袂使有政治之分，无色彩之分。咱只有有认真，甲无认真，有爱心，无爱心，有疼惜，无疼惜台湾这粒土地的人，咱有这个分别之心尔。所以台湾前途是光明的，台湾的前途是安全的，台湾的前途是靠大家共同来扶持。除了精神上的爱台湾、心灵的爱台湾以外，记得咱每个人若要建设一个好好的家庭环境，建设一个好的所在的时啊，那已经风水命减少去。在这几年来，我看了咱台湾真济机关的设计，实在讲，我海头，咱文化，台湾的文化，这么好，为什么咱台湾的建筑师、设计师、官员，未晓到这种的新兴开发的设计，足可惜的，真可惜。咱去美国，看到美国是安尼，伊有法度遐尼坚定一些，哦，人的设计新兴足快。无像咱台湾足济咧无智慧的人咧，去要去压着遮个有真真正正实质的工程师的智慧，即嘛是咱共同所犯着的毛病。所以咱大家无论是往后正常反复走转，学校嘛好嘛真重要。学校的风水地理若唔对，老师袂平安。囡仔袂平安，哦，家长嘛是袂平安呢。哦，那都这样，我甲家长会长，吼、哦，咱就坐做伙，啊，都因咧开始啊，无因咧后来请教伊，咱大拿遮，哦，那无咧，我嘛足希望我，哎，咱大拿闹学校，有一天需要我服务的时，尽量加交代，我一定义务会来奉献，啊、哦，这是。有机会给我服务，啊！各位，咱学校那平安，咱的乡亲一定未来的希望足大。学校那好海，是讲的，咱未来会出足济高人。在南投松门，松门呢，一对出去呢，拄一个笔架，啊，笔架佫一个木刀，佫一条水直接来，佫一支笔，我啊，好顶啊！迄阵九九二一大地震，我甲学南投学校无条件规划设计二百二三间，我去看啊，校长即间拢出高人咧，出搞做事的人，伊讲系啊，即间学校吼出足济南投所有做事无音师，即系文学家拢是即间学校出来，系看咧，我都地灵人杰，地灵人杰，啊，那我不要咧，我换新的校长来啊。嘿，噶乌一片啊，系啊，我囡仔唔爱读册啊，但系啊，啊，即问我个老师真唔爱读啊，嘿，文笔你又得边啊啲恶人个气，气嚟囡仔就冇想要读册啊，即就是风水嘛，真重要。还有一间学校，原来学生囡仔呢，喺考试，吼，那健康都可以得过，高中啊，健康都可以得过。德山高中好多德高啦，德山的高中，然后德高德高，海德高面顶去念，啊，侥幸，我啊学校好点啊，门唔丢去啊，门换唔丢位去啊，所以囡啊，无形中心烦气乱，啊，那我今日换过，换位咧，山不转人转，人不转。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，人不走心转，心转你转袂行。啊，到尾伊就啊，
好好换位了。生理中就考了考一大关，生理中就考一大关，到尾校长奇怪，哪有这应考啊？这就风水的法则，无论是王侯将相、凡夫造作、贫富贵贱，拢离不开风水。啊，在日本，啊，日本对风水学是真重视。虽然日本因生活真较闲，因是节约、节约、修复。但是日本因咧风水学方面咧，因是非常重视。啊，我讲美国，你无重视？美国对地理风水嘛足重视诶。我即回都归啊，到纽约，纽约咱有学生讲师伫遐开课，啊，学员真济，真华侨，啊，真济大陆个同胞去遐读读咱个课。啊！因家真认真，要将好命法学，要当大陆传落乡亲。你看，可见这里咱风水学的奇妙。啊，咱这家要先化反攻抗恶呢，杀猪拔毛呢。啊，因那边解放台湾啦、啊，哦，讲台湾拢在食，咱拢百姓拢食金牛皮啊。啊，我伫十万年前就开始大陆有咧交流嘛，啊，学术交流。我问伊讲，你家有没有水生活络？没有啊，冷到半死哎，什么还是水生活络？好、哦，还是政治的因素嘛。好、哦，恁家都吃秋葵哦？没有啊，那吃秋葵？我们听说恁台湾人吃金牛皮，迄阵七八百万人吃金牛皮，金牛肉吃咧吃，官员无几个，丢死哦，对不？这拢是一个无耻的想法。那么去到纽约，去到澳罗。澳洲去到多伦多，去到加拿大外国，接到这番呢，看了照常几礼拜，啊，照常几礼拜。伊讲我你跪啥？因为我跪下来，因为我得着法，我能够我一旦搞这个法，我带动大陆，和我乡亲，一旦和减少经过我咱大陆人，吼、哦，这个足济无必要的烦恼甲痛苦。所以咱伫台湾，大家想拢足侪神的保庇，恁兜王爷公、妈祖婆，阮兜地爷公、甲观世帝尊，啊，恁兜佛祖啊，有阿弥陀佛、释迦佛，吼，恁兜啊太祖爷恁兜保庇，结果，遮呐太祖爷因呐困中道，哈、啊，你怎么办？啊，你王爷公啊，把你的救灾，啊，咱呐家内拄着问题要安怎？咱只有家己学道，家己学法。救人不能救家己，救家己不能救家己，救家己真真正正家己啥人学多，咱来学，咱爱读易经，读易经，咱逐项代志会较顺心。啊，所以咱今天来到贵宝地，啊，甲各位结一个缘，啊，镇长啊，遮尔慈悲，啊，拄只送我金盏米，哦，我等下我一定好好做，谢谢。哦，啊，过来茶米。哈，台湾的茶叶啊，世界一堆嘞！今年上贵的168万，对吧？是不是咱梅山？是咱梅山，吼、哦，168万。啊，今日呢，镇长，哈、啊，你送两斤茶叶啊，给你谢谢。这不是贿赂，跟选举无关的。哦，哦，过去咱真侪官员哦，啊，尤其法官。拜托你办案，你是普通事，阿无利害关系，送这物件你都浪费咯。哎、欸，这头壳有问题呢。哎、欸，爱注意哦。咱真侪真侪做法官，也是社会看书啊。咱爱有智慧，无了了解这设计，因为你创啥？哦，都是电梯，因为送我地位，我嘛足惊。好佳哉，我唔是官员，我甲你请倒来，我系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经、供养法界一切众生，予咱梅山地孝、地美、地孝，会当世界一多一嘞，好吧？啊，所以咱大拿遮一好宝贝，凤凰啊旁边凤凰江，凤凰江
吼，连江有机会食试看卖，皮肤会搁较好咧无？吼、哦、啊，即、這个柑仔还遐尼甜，吼、哦，但是我今日无食到柑仔，吼、哦，我知影一定，我有听到风声，恁只柑仔真甜，往来嘛甜，吼、哦、啊，还有个咧，哦，哇，恁只遐个名产啊，真正来山人咧哈、啊，哇，芳蜜水稻金盏米。哦，这柑橘、柳丁加，哦，这个橘啦，哦，要往来，好食的往来，啊，要竹笋，啊，竹笋啊上，竹笋啊上，好、哦，竹笋啊上，一项上好，煮啥上好食呢？沙白啊鱼，沙白啊，啊，真正呢，浮浮呢，这含竹笋啊来煮汤。吼、哦，那是上好食，这嘛是咱家的特产。啊，台南咱海边的沙白啊，鱼啊沙白啊，啊，咱应该含咱大拿竹笋结拜为哈，迄、啊那个结拜结拜遐所在，这拢是相互相，这就是风水嘛。你包括要饲鱼温啊，嘿嘿，咱一个空多地啊，伊就饲鱼温啊。啊，喜欢啊呢，落在这边，吼、哦，喜欢啊在恁遐，落在遮，伊在拍嘞，原来在拍拢是两边在拍，鱼啊真好大，啊有一天呢，伊就去个，惊惊寒，伊就莫大嘞，搁个河边搁个放两粒，结果迄四群鱼啊停在冰岛，拢变去哦，你看含鱼啊都惊风水。鱼仔都爱风水，哦，这是真趣味代志。啊、哦，咱要有一位地主，伊都开什么鱼类门？这鱼类门照顾是真正常，啊，真正常的经营。啊，那么咱就照公司甲你设计都足好啊嘛。伊甲你食饱休闲，唔知听啥。好、哦，内底都去啊，装些什么水球哦，内底会动啊，什么会纳气的球，迄一粒都几万块，啊，佮装一粒，迄都是看啥爱钱安尼安尼遐，安尼下来遐迄啥，哈啊爱迄拢是好评，啊遐嘛迄个好评嘛加，那好评，还要收啊，无几工，遐一个囡仔无法治的，就要叫倒去个台，遐抽抽伊。啊！这走去找我嫂师傅，这是安那？我卜卦看咧，讲啊要收，你迄好平东，哎，我搞紧啊！哦，啊，都在讲，哦，讲安尼，啊，我就去买一只网鱼、网海，好东就网鱼啦，啊，网灯啊，一个灯，一个鱼，啊，嘿，无代志，冇代志，啊，这怎呢？提提掉，安静伊，所以各位。风水大大小小的生活，包括眠床睏的位，吼、哦，那变数但是免方向尔，变数免方向，咱睏眠床爱有方向，走爱有向，其他的问题咱后节继续甲各位讲解，阿弥陀佛。安宜兰县县长啊，李县长，立法委员啊，林建明先生，要那新主委啊，那呢镇长啊，咱啊，所谓宜兰的乡亲啊，各位贵宾，阿弥陀佛，大家午安。啊，咱在啊，中华民国啊，95年11月25呢，咱在宜兰高中一家教养这所在，承蒙李馆长、林立伟、建仁先生啊，甲各单位的支持。啊，予咱有机会来到贵宝地宜兰县的已经第三次的一间风水学传法大会。
啊，今日大家拢足无闲，今日是足好的日，我唔知影今日遮好日，日头遐尼光明，但是今日过错嘛足细个，所以拄只呢，啊咱馆长，啊咱的立委先生啊，吼走足一摊，吼伊就是本着佛祖的精神，啊成就咱的国民众生。庄严着国民众生，啊，嘛是来圆满着啊，咱的众生，咱的国民，啊，这就是佛菩萨的精神。那么咱李馆长，啊，咱拄只，咱要开始的时，啊，伊就到休息室，啊，真正啊，准备咧，啊，来遮向大家。打个招呼，我就感谢你。啊，咱有这机会来到宜兰的所在，和咱这热心的招呼，是真甲你感谢着。啊，最近呢，我听到一件，咱世间中华民国啊，有史以来度量上大的。李馆长国华先生的度量，咱台湾民主五千年来，由咱台湾开始，民主政治由台湾开始，啊，拢是啊，选贤与能，啊，时机因缘的关系，所以伫这时阵呢，宜兰县的馆长由咱李国华先生。啊，李馆长来担任咱宜兰县的大家长。啊，咱过去的选举，啊，咱的老馆长呢，啊，也当部长，定南先生，道家书房，道家慈航，道家书房呢，嘛是要来为咱宜兰继续来建设一片的净土。但是因缘的关系呢？啊，由咱李馆长国华先生来担当着全县咱宜兰县大家共同的心。事过去年到今日日呢，啊，要将近一年啊，咱的前馆长陈定南先生，啊，伊呢天命已圆满啊，所以伊就。登去自己的天国，自己的净土，这是咱历宜兰人一件真正悲伤的代志。伫台湾这片的净土，二十外个县市，干了宜兰，甲西方极乐世界有相符，这样的清净，这嘛是当时咱陈馆长努力。建设着宜兰县，照这片的净土，但是现在离咱而去，咱大家当然真不甘。但是人各有天命，来世间的天命一段时间圆满啊，成就咱宜兰县，来庄严着咱宜兰县的净土。来圆满着咱宜兰县的净土，咱爱甲感恩，爱甲赞叹，爱甲礼敬。既然伊已经世间的业力已经圆满啊，那么伊就回去啊。回去了咧，咱的李馆长通知全县的人降半旗三更。这种的不是人有法去想到的，那无真正大慈大悲的心，的领导根本都无可能安尼做。选举的时，大家好多做死对头，选举了咧，又阁未煞，阁咧烧斗。哦，我斗你，你斗我，我诽谤你，诽谤我。这种的是咱台湾人民主的。感觉真正歹势，真正见笑的台湾民主政治。
但是咱李馆长伊将来无安尼想，降半旗来纪念伊，来尊敬伊，来赞叹伊。这种的心就是佛祖的心，佛祖伊将来唔要去讲众生的是是非非，伊拢是赞叹着众生大众来到世间如何来学习不动明王的心，成就他人，庄严他人，圆满他人，这是不动明王咱的大日如来，比如迦那佛的妙法甲真理。今日咱的馆长做到啊，馆长带领着咱全馆的机关团体，所以咱的馆民一同来赞叹着班公定南先生伊的伟大，伊的慈悲。也是咱全省、咱全中华民国、咱的所有国民，尤其有天命来到世间，以政治的名士来服务大众，来圆满世间，共同创造一片净土的事。咱啊，大概有李馆长的心量、甲伊的爱、伊的博爱、伊的心的事呀。我相信咱台湾是一片好海，我相信咱台湾不免讲每一天过着行行行行。这就是风水不如法，风就是咱的思想，水就是咱的行为，咱想的甲做的往往拢袂合。所以李馆长甲林立伟共同今日举办着这场的风水学的传法大会，咱是要建设一片的净土，建设咱台湾、咱中华民国为西方极乐世界人间净土在台湾。所以我一家也足希望咱台湾的从事到政治工作的好朋友，咱大家爱来学习咱李馆长甲林立伟的心，这也是博爱，也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伊的大慈大悲的博爱精神。那么咱大家用鼓掌，咱来甲赞叹着李馆长甲林立伟。咱也希望中华民国所有的政治，咱的人政治家朋友，咱爱学习，爱包容。咱真侪人为了这个选举的事，互相诽谤，殊不知当你的业力业障较重的时，你起来县长、市长或者是总统的时，那么甲你同款来竞争的，嘛是咱的子，嘛是咱的子民。那么咱少诽谤的，当咱大众哦无投予咱，那么一旦咱起来做咱的国家领袖，或者咱的地方的领导、县市长等等、乡镇长等等，这嘛是咱的老爸。咱爱尊敬咱的老爸，咱做老爸爱爱护咱的囝，囝永远是无唔对的。咱的老爸永远嘛是无唔对的，因为咱无了解着老爸的心，咱嘛也是无了解着囝的心，所以大家甲心胸拍阔，互相少关怀。我相信台湾咱这块净土会像宜兰这样清净。像宜兰的所在，到处花草
遐尼清气，树木遐尼庄严。我真爱来宜兰，所以我伫宜兰伫大溪的所在建设一个浮水莲花的道场，嘛希望保护着这块地理，卖互人随便破坏去，安尼就足无彩啊。那么我看到宜兰这么清净，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在宜兰，咱有一个道场来这呢，甲各位依法会友，马来西亚享受到咱宜兰乡亲过去所努力、所打拼、所创造这片台湾的净土，在宜兰呐。啊，所以就感恩到咱宜兰的乡亲。啊，我是一个做田人，看出的几片拢是田园，遐尼清水。那么来宜兰，咱买当体会到遐尼清水，这都是咱人生命的根源，这拢是风水学的关系。所以拄只，咱李馆长伫后面，咱的休息室呀。我甲李馆长伫遐坐咧，都看到咱东部啊，国民党主委啊，新主委提伊个名片好啊，面顶印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啊，欠一个红尔，青天白日啊，我就甲馆长报告讲。这是咱国父的伟大，中华民族对黄帝、孔子到孙中山先生，咱的国父到现在，咱这个国旗非常的重要。国旗里面所到光芒，十二道的光芒，那辆车，那是咱老祖先。黄帝的精神，黄帝的心，黄帝的生命，在咱的心中。咱的祖籍流芳对黄帝祖开始十二道的光芒，然后留下孔子，咱的志性，孔子，咱今有切，嘛是孔子给咱的恩德。所以孔子的时阵，伊是用蓝色来代表的。咱人的智慧，水就是智慧，风水水就是智慧，就是柔性。水伊从来毋捌去计较到，吼众生对安那回馈。光中所到光芒就是太阳，太阳伊嘛毋捌计较到咱大众对伊如何。你对大声话，伊嘛是笑笑啊。你个怨叹。伊嘛笑笑啊，咱做无好，伊嘛都唔捌跟人计较，讲光明要互咱，唔捌计较。所以我看了这里咱的党徽呢，这就是风水的妙法了啦。来红，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，好、哦，迄个东西七十二烈士用血来换取民主，用血来换取民主。因为中华民族过去五千年的黑暗期的不幸，台台杀杀，五千年就发生着三千七百六十二次的大小战争，有恐怖无？五千年呢，有三千七百六十二次的大小战争，恐怖！你我的战就改，历史以来，这么多战争，这么多不幸，是黑暗的期。五千年来，咱因为战争，吼、哦，惊惊吓吓，所以改名换姓，结果合计有一万五千六百十五姓。咱有唔是有一万五千六百十五姓哦，唔是百家姓呢。我相信咱在座的乡亲，恁一定都是一万五千六百十五姓以来。那有超出这个姓，则拜托恁甲讲，我用个加一姓入去，这咱的万家姓。
这一点就能看出到咱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能，来到咱的伟大的国父，啊，大慈大悲，啊，甲咱对专制向对民主，到今日来已经五千年。所以咱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，这是中华民族的国魂、民族的精神、民族的生命，完全展现在咱国旗内面。那么咱为何要把国旗毁掉？这点我感觉就足疑问呢。咱的国旗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15,615姓的子子孙孙的生命的延续，所以孔子大慈大悲讲：吾道一以贯之啊！谁能吾道一以贯之呢？黄帝有72天书、72书，孔子有72贤人，孔子有72贤人。那个国父孙中山先生，叫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换来民主，当时有72人的书来代表。请问各位，咱在座啥人有去想到这个问题？黄帝迄点的功名，到孔子72贤人，孔子儒家四书五经留落来，诶，咱中华民族的文化。生命的庄严是哪色来？到国父以来，红色、灰、卫生一片的国旗，咱今日只我都只安安静静、平平安安，大家在大家共同来探讨中华文化的生命，甲咱中华民族的生命甲灵魂，咱全国的国民。都是为有去想安尼过无？我这久以来一直在等吼，一个贤人出来甲讲这个问题，互我去了解一下。结果大家袂记哩啊，干那为着眼前的名利得争，变到我死你活，哦，还是我活他死，都只拼。变个唔知影好顾着咱现在卡达这个所在有这个民主是对对来，我感觉着咱足奇怪的代志。所以各位，咱来到世间，咱拢是知因、感因、报因而来，咱拢来继续缘分、珍惜缘分，啊，而且来结着未来生生生世世的缘分，这拢是三宝。甲六宝，知音、感音、报音，咱李馆长、林立伟做到啊！少缘继续缘分，结未来生的缘，咱李馆长、林立伟啊，已经做到啊！这就是世间的修行。所以咱今日照着宜兰这片的净土，照着咱。一个伟大的台湾宜兰的陈馆长、陈公、定南先生，伊的坚持理念的精神，予咱学习，予咱来个赞叹。伊嘛是佛天神来到世间，佮实现予咱知影。咱除了感恩以外，咱心内咱嘛时时。感染到咱的老馆长陈公定南先生，虽然我甲尾甲伊有一面之缘啊，但是从来无讲过一句话。但是伊的精神，我真佩服伊，伊的远见，啊，伊的定力，啊，伊的理念，我加上。咱有当今有一位咱非常赞叹的咱的馆长李国华先生，伊甲心胸拍开来包容到感恩啊，咱的赞叹甲感恩到
精人正手啊，以后的人，咱来乘凉，咱来享受。咱也希望咱馆长继续甲台湾的宜兰呢，建设成为西方叫做世界佛净土，在台湾的宜兰，然后由宜兰来弘扬到全国，然后和咱其他有缘的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所住的所在，拢是成为一片的净土，这都是好风水啊啦。咱孔子啦，一开始我都一一贯之，一就是一，一一贯穿，贯之就是一经，经就是路线，对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这是易经的真理，孔子伊已经甲咱讲啊，可惜咱拢无去了解。至于孔子所开始的五道一一贯之，就是讲咱的生命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拢是因因果果的轮回，拢咧转生，死是辛苦死去尔。咱人的生命是永远未死的，这就是风水的法则，嘛是真理。所以咱今日来到宜兰贵宝地，咱要来探讨生命，探讨风水，探讨易经，探讨咱台湾这片净土未来究竟如何来建设，成为这片的人间净土。阿弥陀佛。